焊接操作要与极高的温度和融化的金属打交道。木工要与不同硬度的木材和高速运转的切割工具打交道，而试验室的技术人员要与有毒的或腐蚀性的物质打交道。每项工作都不相同，操作程序不同，其风险也各异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那就是从事任何工作之前，我们要首先想到安全。此外，良好的精神状态将有助于防止事故发生。安全管理与事故防范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。在生活和工作中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了解和遵循游戏规则都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应该了解平时使用的各类工具和设备，充分意识各项工作中潜藏的危险。我们应该把标准的安全操作程序牢记于心，并在此指导下开展工作。如果工作中有要求，就应该使用个人防护装备。另外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了解自己。我们要了解自己身体的极限能力，学习如何避免给自己的身体造成过大压力。需要的时候可以短时休息一下，不要试图去承担超出我们身体能力的工作负荷。为了防止事故，我们一定要持有积极的态度，养成良好的安全操作习惯，学会如何做出充分可靠的判断，以及进行适度的自我控制。如果什么事情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发展，不要让自己感到愤怒或沮丧，也永远不要让自己过度工作到精疲力尽的程度。